3, 2, 1, action! Anu, imutan anu! Hey, 你们看，大马能多少岁要有多少存款？24岁至少要12,000哎，我借5000块罢了。5000块这样多，这样我不是比你更惨？我全部身上借3000块罢了。老师，这个点子太高。还是我们太穷哎，是我们的现在收入低，物价又降高，那你可能存到这么多钱？是啊，我的薪水刚好 cover 每个月的开销罢了，我最多啦，只能存个200-300块了。啊，你还能存200-300块？我连100-200块都存不到啊！这么夸张？哎，这银行多少钱？啊，一个24岁的人，银行户口连1000块都没有。我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嘞？怎么都存不到钱啊？我的一个月薪水3000块，车骑900块，车油300块，房租600块，电话费100块，伙食费800块，有时候还要 shopping， 然后再跟朋友出去喝茶、唱 K、看电影，300块啊！就这样还完了？难怪存不到钱啦！可是我一个月的花费就是这样了哦，那你还存得到钱 ？OK， 我再认真算一下，车骑的钱是固定了的，车油我每天都要开车上下班，300块车油费是跑不了的了，房租600块，我不可能再把出火扣给我的嘛，电话费的话 ，OK 咯，最多我换50块的 plan 啦，伙食费。少吃一点好料咯，省一点啦，500我的 maximum 了。shopping 的话，我就尽量不要去乱买东西，然后也少一点和朋友出去，这样至少可以省一半的钱。这样算下来，我至少可以省一个400-500块呀、啊，也就是讲，我一年就可以存到5000多块了。哇，可以哦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我也要存钱。请问你们要 order 什么？给我 whisky， 我要 beef lasagna。啊，我不要。啊，这么你不要吃？我刚才在家吃啊。那你们要点什么饮料？ Watermelon juice， ice lemon tea。我也不要。啊，你连水都不要点了，我自己有带。5950，5950，5950，6000。我努力省吃俭用了一年，我终于存到了买iPhone 13的钱。Doo doo doo.